天下太极出武当还是天下太极出陈家沟呢？近日太极拳创始人和发源地引发争议。三峰祖师呢是根据太极创编的太极拳。张三丰祖师他发明了创了这太极拳，天下太极出武当名副其实。那么大家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水花灯功夫频道对某位拳师进行了专访。对于这个太极拳发源地这个问题，一直以来争议都比较大，尤其是以武当和陈家沟。我个人认为太极拳不是某一代或是某一个人创建的，应该是最早由张三丰祖师提出了这个理念，然后经过历代祖师的研究和发展，到晚清时期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，一直流传到现在，也出现了几个比较著名的流派。个人认为不管是武当山也好还是陈家沟也好，都是在我们中国境内，我们应该去团结所有太极拳练习者，来共同的推广和发展我们的太极文化，这也是我们所有练习太极拳的一个共同心愿。所以对于这一块，我认为争议不必要太大。对于太极拳发源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呢？欢迎评论。